又被骗了，长毛大师再度被割韭菜，到底是为什么？粉丝不是韭菜，你才是。原来小丑竟是我，我一直反韭菜联盟，我才是最大的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长毛大师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鲁鲁。今天一起给大家来拆盲盒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五点零。他来了，他又来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剧本啊，剧本，我们开箱。来，先让我的助理先帮我拆一下。好的，麻利点，麻利点。评论区猜一波五点零是什么？真的是偷偷摸摸搞的，而且近期并不打算玩，因为真的搞石头又穷又累。我操，懂的人已经懂了。大家猜这是什么石？大理石。好多粉末，这是假的吗？假皮，假皮，大理石假皮。先给它洗涤一下，这一看就是一个飘花大理石，你看白底青大理石。我怎么感觉这一批五点零全是大理石呢？又被骗了，长毛大师再度被割韭菜，到底是为什么？粉丝不是韭菜，你才是。原来小丑竟是我，我一直反韭菜联盟，我才是最大的韭菜。手电筒环节，完全一点表现都没有，顺便切一款吧，要不你来挑一款，我们把它切掉。这个。哇，你要切这个，爆色了怎么办？我们就发了呀，报社了你就吃泡面，这是谁想切的？你想切还是你想切？不是我，我想切。你想切的，来，我把它切了。我们看它的皮革表现，来，皮革还是挺细的，翻砂还行，重量的话不太重。那可能是大理石，没什么东西，但是它也有血，但是这种血吃进去了，一定会长进去啊。这种血是死血来的，你信不信？切出来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赌一盒泡面。好，来。我赌没有，你赌有。对，输了就给你买两盒泡面，再一杯奶茶。可以。来，我们的泡面之约。一天的工资没了。一天的工资没了，来泡面之约，两两大理石。哎，但是它长到里面去了耶。这死险，我都跟你说了死险，赶紧泡面，两盒泡面，一杯奶茶，晚餐有了。那接下来的给崔友们玩吧，这个我拿到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什么用，给他丢了。其实我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，帮崔友避雷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要不要再切一块玩玩？那你选一个。我先研究一波，之前的石头我都没研究过，这次我想研究一下。以前我没机会，现在我想重新当赌狗。这个有点重量，但是这个皮壳一看就是大理石的皮壳。它翻砂很粗。是的，不过它有点重量，可以赌一下内化这种东西。这批石头都是没有什么皮壳的，皮肉部分有可能新材料了嘛？这些都是飘花大理石、白底青大理石。我操，全部都是。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玩大理石。我们去做烟灰缸，那我们把它磨成烟灰缸卖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还要亏一个手工费。做那种就是我们的那些粉丝在我们直播间买了一个翡翠的话，我们就送你一个烟灰缸，就是那种长毛大师靴的一个纪念品吧。要不你来雕？我会雕，我还在这里。哎呀，这一点表现都没，要不再切一个吧？这个好像挺压手的，但是也毫无表现。它这里的都没有表现。这种的皮肉不分的，要它干什么？真的是，这个我感觉里面就是一个信诺。现在如果都会看裂了，他知道切石头要从裂上面切了。要不这样子，我们再给大家切一块，这期视频就结束了，好吧？好。大冤种，在我头上披一个牌子，大冤种。大冤种。大家好，我是冤种组合，我是冤。我是种冤种。不是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帅气逼人组合。我是帅气。我是人。你是什么？我不参与。我们是三组合吗？来，大冤种来了，我们切一个有点意思的，一会就可以说这个翡翠是什么种，冤种。那我们一会切一下，看它是什么种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，我们切一下这个吧。我们看到皮革上面有一点绿啊，整体还是蛮紧的。对，翻砂也很细，可能会出乌鸡。要不要再加一盒泡面？加。你赌它涨还是赌它垮？涨。那我还是赌它垮，反向操作。我不小心看了一下，真的是冤种，是吗？当当当当，看到没？皮肉不分，皮革上什么样，里面是什么样。我跟你说，翡翠的种有什么啊？翡翠的种有龙石种、玻璃种、冰种、糯种、豆种。豆种下面还有一个冤种，跟我们一起当冤种吧。我受不了了，好笑，一点形象都没了。堂堂的大师当了一级的冤种，让他和兄弟们归位，走吧。
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期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。来长发大师轩这里玩大理石，一起跟我当冤种，好吧？好了，结束了。